高中以前我非常喜欢数学，解题像是头脑体操，锻炼了我的思考。但那个年代的高中数学教育大大打击了我和许多同学的信心，整班的段考平均成绩往往只有三四十分，考得及格边缘的分数已经是佼佼者，过多的内容使得老师的教学只能填鸭，而学生被迫以背诵公式取代思考解题。过难的考题削弱了学生的信心，也消灭了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现今的数学教育以及课程有没有改变呢？或者是说如何改变呢？张海潮教授在这本《数学放大镜》畅谈高中数学，认真地检视了台湾高中的数学教育，指出不当的教与学，希望在教学现场的老师们能改进方法，刺激学生学习兴趣，使得学数学能够像是大脑体操班，训练学子们缜密的逻辑思维。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台大数学系的张海潮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谈谈数学放大镜。张教授好。大家好。张教授，您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头提到说，您的老师曾经跟你说，数学教育本来是要普度众生的，现在却变成了苦海无边，对不对？对，原因是这样，因为数学它的主要的两个内容，一个是数，一个是几何图形，这个都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些认知，本来在这个基础上面，如果透过好好的探索发现，然后去认识这些主题的真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样的数学教育呢，就是普度众生。可是呢，如果说把这个数学教育弄成是一些对付各种题型，拿各种难题来耍来耍去，然后对于本质的情形呢，不去好好的理解，做一些这种风花雪月浮面的事情，那就变成苦海无边了。所以我写这本书主要的是想要跟数学老师们说，数学的学习呢，必须要让学生经过探索、发现、理解，然后呢，站在一个计算或者是现象的角度来得到一个公式，那么这个时候呢，再来应用这个公式去处理更深刻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数学教育呢，就是把前面那一段探索、发现、理解的这一段呢，全部都把它切掉了。那可是一般学校的那个在现场教学的老师呢，他们总是觉得说我怕学生考不好，所以我要让他在平常的时候就考很难的东西。他们总是认为如果在平常不给学生一些挫折的话，那么他们将来到考场上就会受到更大的挫折。可是这个问题是，你平常的时候不停地给学生的这些挫折，并没有引导他们从那个探索、发现、理解，我说的这个方向来真正的掌握住数学。就是说，这个挫折是一种很奇怪的挫折，这种挫折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而且永远不能够离开这个挫折。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可能不断的挫折当中就已经抹煞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了。是的，是的。比方说，我常常举个例子，假定你开一个餐馆，你总是希望呢，你的东西又营养又好吃，那希望你的顾客常常来。可是我们在现场的数学教学呢，它就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餐馆，它一直在跟人家讲，我这个东西很难吃，但是很有营养。那你来的目的呢，我就是要强迫你把它吃下去。吃下去就对你好了。吃下去就是对你好。那至于说这个难吃呢，这是对你的考验，这是增强你的韧性。他们的态度是这个样子。所以老师这本书哦，虽然谈的是数学，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章一章呢告诉学生和老师们，你要怎么去学数学，怎么去教数学，对不对？那你讲的其实举了很多的例子，非常的生动，也很有趣。譬如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借由你自己的例子，讲你高中有一次迟到的经验，对不对？老师，对，你不敢进教室，对，你不敢进教室，你怕，因为你前一堂课被老师责备了，对不对？对。所以呢，哎，老师你也蛮有趣的耶。你通常学生逃学呢，就跑去玩了，
那你想说，哎，我这一堂课没有学到，我就干脆自修好了，自己学余氏定理，对不对？对对。老师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部分？为什么十几岁的小孩子你会有兴趣，然后坐下来好好的打开教科书，然后自学呢？因为我从小我的阅读能力的发展是先于我的数学能力，所以老师阅读能力跟学数学也很重要，对不对？哦，是的，是的，是的。不过我想阅读能力，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强调说阅读能力，阅读能力，但是阅读能力它最后要归结出一个思辨的能力，就是说一个反思跟一个自己与自己辩论的一个能力。那我大概在小的时候是有了这个能力的，所以我可以自己读数学。那我自己读数学的时候呢，我通常我自己也会抓到重点。那当时这个我去读这个余氏定理的时候，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余氏定理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公式，它最后是一个公式。可是呢，我在看到这个公式的时候呢，我当时问我自己，这个公式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回过头去仔细地看它的这个推理的过程。后来我发现，这个推理的过程才是整个学习的核心，而不是那个最后的公式。可是我们现在往往倒过来，对不对？对。先告诉你你怎么去解题，反正就解就对了。中间的过程你自然解了很多很多之后，你就会了解了，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当天我在植物园里面自己读书的时候，我其实花了最大的时间去了解那个推理的过程，然后我整个的可以掌握住，整个的事情的来龙去脉。那这样子一来的时候，那个余氏定理当然变成水到渠成。而且是一题通万题通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对，你只要了解了这个中间的过程，其他相似的题型你也都可以解了嘛。对对对 对, 对, 对。好，考得好并不是出题老师对自己班泄题，而是有一些非课本上的题型在自己班上练习过好几次。当这些题型出现在考试的时候，像小王班上这种只做课本标准练习的同学就吃亏了。那另外呢，在学生为什么要补习，还有学生为什么要学植树这两篇里头，您提到说其实出考题很重要，对不对？对。有的时候学生学不好，或是考试的题目没有办法去真正测量学生学习的内容，那就不对了，对不 对, 对？老师可不可以就这边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谈谈？好，我记得当我在民国94年、95年编这个当时所用的这个九五战纲的时候，我们要求或者说我们期望，在任何的数学考试里面，你都要有基本题和进阶题，而且是要区分开来的。就是我们希望一个学生他如果能够掌握了基本的概念以后，他就可以得分，就可以答证。然后呢，如果他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呢，他可以去尝试一些稍微有点挑战意味的所谓进阶题。但是这两个事情是要分开的。现在的考试的方式呢，是把所有的题目大概是混在一起。对。它没有一个区分，没有基本题很少，而且呢，有的时候老师为了故意刁难学生，他们弄很多难的题目进去，考倒学生，以考倒学生为目标，所以学生就很恐慌。那他们都知道说，补习班可以告诉他们很多各式各样的题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生都往补习班跑。对，所以老师您在书里头，写了一段文字，我看了非常的感动。你说，所以如果考题的设计不良，哈，没有办法真正去测试学生的解题能力，或是他的思考的话，那么把孩子逼去补习，其实是没有用的。而且有一部分的孩子，其实他没有办法付得起补习费，对不对？穷孩子就更没有办法了，对不对？是。好，所以慢慢的就落差就出来了嘛。是。对。那还有一篇老师讲的非常有趣，你举了牛顿，对不对？牛顿的月球试算这篇是非常有趣。您提到说，其实在牛顿在解释地心引力的时候，是数学家牛顿战胜了物理学家牛顿。是。
那一篇我看得非常的有趣，而且为了要解释地心引力，牛顿就发展出了微积分。是，对，老师可不可以在这边把我那个故事再跟我们讲得更深入一点？哦，主要是这样，牛顿大概在23、24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呢，他看到苹果掉下来，那他当时是想到，他说让这个苹果掉下来的这个力量啊，跟那个月亮绕地球的力量应该是同一个力量。那么，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苹果因为受到这个力量而掉下来，月亮受到这个力量，月亮为什么没有掉下来？所以牛顿他做了一个叫做思想实验，他就想象有一个人啊，站在一个高山上，他就向着侧面啊射一支箭出去，那这支箭呢，他当然最后会掉落地面，可他越来越掉，越来越掉，因为地球是个球形。所以它慢慢就掉到另外一边去，掉到另外一边去，最后呢，它可能掉回来，掉到原来出发点。所以这就是月球为什么会绕地球的原因，因为它有一个横向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要根据这个横向的速度来判断它受到了多少的引力。所以这个时候它要发展一个微积分，要根据这个速度，横向的速度来得到加速度，加速度也就是这个引力。他要把这个得到的这个加速度跟地球表面的9.8的这个加速度做一比较，加以比较，比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知道它是一个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由于地球跟月球的距离是地球半径的60倍，所以呢，它试算出来的那个加速度的关系呢是3600倍，就9.8是那个月亮所受到的加速度的3600倍，那他基本上算的是成功的，所以这给他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说，啊，他原来的思考是对的，也就是说，苹果掉下来的力量，跟月亮绕地球的力量是同一个，是同一个源头，或者说同一个 source，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试算。所以那一篇那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哎，微积分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其实最早最早是为了要解释这个地心引力。是，对，是。好，那么其实呢，要引起年轻学生的学习兴趣，我觉得不只是数学啦，是每一个学科都一样。对，第一个要有趣，对不对？那第二个呢，要让他们知道说可以应用在哪里。对，对不对？所以老师在后面有一章节也讲到数学的应用，譬如说统一发票是不是连号比较容易中奖，对不对？其实是选择的范围比较重要，而不是连号，对不对？对。所以可以不谈谈说数学怎么应用在生活当中？其实数学应用在生活当中是无所不在的，只不过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因为可能太习以为常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呢，它可能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它隐藏在这个科技的里面，或是隐藏在其他学科里面，对不对？对。那但它的基础是数学。对。我举个例子，现在可能我们比较常常在谈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所谓密码学。这个密码学，我们一天到晚，即使你用一个悠游卡，你进一个捷运站，然后出来，那这里面都是有一个密码的这个测定在里面，他了解到说这是同一张卡片的人在使用等等，所以这里面呢，他都要靠一些讯号处理来得到这个资讯。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是也很重要的，就是跟现在大家非常有关的，就是这个 Google 的搜寻引擎。你想想看，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强大的一个事情。当你把你要的这个关键字输入的时候，它一下就出来好多资讯。但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最常使用的它会摆在最前面。哪一个排最先出来，对不对？哪一些是在后面？对，那其实是可以操作的。对对对对对，它就是必须要在过去操作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些记录。那这个记录，它让你在下一次的时候，它给它做了重排。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条目本来有的时候会在前面的，后来慢慢又到后面去，慢慢退到后面去了。哎，对对对对对，那这些都是一定是数学的应用在才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的。对。高中生为什么要学微积分？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答案。第一是微积分的发明在数学及相关问题上的突破值得高中生学习。第二是微积分的方法对高中阶段能够解决的问题有所帮助。所以其实很多的高中生都会问说，哎，为什么高中生要学微积分？是。那微积分其实到了大一，在很多的领域，譬如说不仅是工学院，譬如说像生医领域啊，像我们生命科学院或是医学院，大一微积分也是必修。甚至到了大一，大一的学生也会问我们说，哎，老师为什么要学微积分？对不对？以后又用不到，他们都觉得用不到，对不对？那老师可不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的学生们，为什么高中生要学微积分？最主要的是因为微积分这个科目哈，它跟其他的高中所学的数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如果说我们笼统的来分析高中的这个数学啊，或者说从国中开始我们学的数学啊，有一个大块的区域是几何，比方说国中学的平面几何，到高中学的三角学。和坐标几何，比方说像椭圆啊、双曲线啊，这些都是属于几何的范畴。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代数，代数的话大概就是说类似像多项式的操作啊等等。那除了这两个以外，第三个进来的一个思想就是微积分。微积分跟前面两个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微积分它本身呢一开始就是面对的这个变动的状态的一个学问。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他特别注意到就是说随着一个参数变动的时候的一个现象。就举个例子来讲，速度好了，如果是在小学或者国中的时候，我们只能处理等速度的运动或者是等加速度的运动，可是如果说这个速度是一个变化的状态，例如高铁在运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微积分我们才能够处理。那尤其是微积分，因为是牛顿当时基本上是牛顿他整个发展出来的，所以他跟我们这个所谓的运动学啊，跟这个或者说凡是以时间为参数的任何现象的变化，那么都必须要用微积分才能掌握的。假如说一个现象它因为某一些的impact input 而让后面的后续呢，它会有一个连锁的一个反应变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需要一个方程式，而这个方程式通常是用微分来表达的，这个叫做微分方程。我想有一个，我可以帮主持人提供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在药学系，他们要学一个药学动力学。对，这个东西呢，药物动力学。药物动力学，就是说这个药哈，它吃下去以后，它为什么到了某一个地方呢，它会开始作用？而它为什么不提前作用？它如果提前作用的话，这个药就不是标靶，没有那个标靶的功能了。所以这显然就是在它这个在血液里面在进行的时候呢，它受到某一种方程式的一个管理。所以在设计药物的时候，你就要运用到数学，让它在吃下去之后，在多久时间之后能够到达它要作用的一个目标区。我想应该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科技整合的东西，就是说在对于这个药物的。对于生理的这些研究，他们能够把这些方程式归纳出来，然后再由数学或者是电脑来协助去解这些方程式，来看一下就是说在某些参数的影响之下，那么这些方程式它能够达到的功效是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所以这个不是说独独数学家可以来完成的工作，它一定是一个科技整合的工作，跨领域的。而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生理或者生物的这个方面的他们的数学的背景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时候，他们比较能够对这些方程式的掌握的会比较跟实际的状况会比较有关，比较有概念了。概念、哦、对。好，那所以老师可不可以最后再谈一谈您这本数学放大镜，你希望说高中的老师或者是家长或者是学生可以从看这本书能够获得些什么呢？如果是高中的老师的话，我希望他们把数学的教育回归到
探索、发现、理解、推理，然后把做题目、解题摆到后面一点。我希望他们不要让学生觉得受尽折磨的那种感觉。那在家长这个方向呢，我希望他们啊能够对这些事情如果有一些认识的话，他们不要把小孩子一直推到补习班里面去，自己都学不好。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学生这方面，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程度是有差异性的，可是我们至少希望就是前30%、前20%这些原来对数学是有兴趣的，他能够掌握到一个对的理路来学习，而不要就是跟着这芸芸众生一起往补习班里面跑，那其实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全部都虚耗在这些通勤的时间啊，或者是这是很可惜的。年轻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宝贵的经验要学习，那为什么要把自己丢掷到那些琐碎的无谓的解题的这些学习里面呢？我无法介入高中数学，虽然担忧，但也无法干涉学生课后跑补习班。成人们一方面让高中生身心俱疲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又说年轻人没有创意，青春的原创力就在琐碎无效率的学习中消磨。但愿我这本书能为您找一个出路，大胆地和枝节琐碎说再见，重建您的正确学习之路。数学家高斯曾经说，数学是科学女王，意思是说包含自然及人文许多科学领域的发展都建构在数学之上。由此可知，扎实的数学教育对国家社会的发展以及公民素质的提升何等重要。如何活化高中数学的教育，使它不再如女王一般让学生望之心生敬畏，应该是教育界及家长们必须关心的问题。今天啊，非常感动张教授在书里头提到的一些观念，也很谢谢教授来节目中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数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些问题。谢谢教授。谢谢你，谢谢大家。